拜拜。走阳台好像。啊！快不快？一楼。二楼，一楼半。二楼半，二楼半。呀。三楼吗？三楼。会不会玩游戏啊？看不到他，我这。厕所，厕所，厕所。哎呦，你还穿个白运动，你会不会丢雷啊？不是，那楼不是往楼里丢的吗？怎么掉我脚下了？人人送。你看他闪了，他不敢下来。外边，外边，外边。下去了呀，好像。不知道。我操！我操！你路就被反杀。在哪？楼上。坏了，对啊，这个人就是很菜啊！你看他打人的姿势，他不会找掩体的，他只会开个镜，然后一梭子摁到底。别急，马上我看一下，我跟他交流一下。你就说大概离我多远？你好处啊！哎，不能这样，300米违规。三百米。他不是，他说离我300米，哥们儿。你他瞎说的。我就看到。抢趴！你不把我当人，兄弟！来，再来一个！我来了吗？12发够了。干嘛？别这样搞啊！不是他怎么知道？是的，不能这样子啊，不能咬我哦。哟，不过又是一个头，打，漂亮，8个，咱们赢5个。黄旭豪人不多，8个人吗？完了，3分球。哎，再来一个。就是开命。啊啊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会武功。压谁呢？完要清点，这么玩游戏啊？哎，急不急？急不急？急不急？太明显了吧，被人打了，阿飘，我操，兄弟，这几个人。